际性的名模，现在已经登上世界舞台了，真的太厉害了。真的，对，我登上了纽约六大马。六大，它是六大马之一，然后我就跑了它了。我把大概生产台大概四十几公里啊，42公里，42公里。对，我以走秀的速度呢，赶快把它就是在那个有限的时间内把它跑完、欸。真的很厉害耶，太厉害了！我是靠我的面子。面子以及自尊力、自尊心，不想丢脸，不想丢脸。你不想说回来说，哎，文丽，你有没有跑完？我说没有，没有，不想这样。有奖牌，借人家的，还有录影说他挂上我奖牌那一刹那，好不好？太厉害了，我真的觉得能够完赛就是能够那个跑完就当下那个回收车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心里就觉得很焦躁，说我要不要坐上去？我要不要坐上去？你知道你整个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要去把刚刚是没关系，我们会逼 okay, 我整个报名马拉松花了10000多块台币，哇，光报名费，光报名费就很贵，我天哪！重点是呢，因为你知道我跑得比较慢，所以说很多物资我都没吃到，比如说像香蕉什么都没吃到，前面人吃完了我就没得吃了，对，10000多块怎么连香蕉都不给？然后所以就心想说，我10000块钱香蕉都没吃到，那我是不是奖牌一定要拿到？对，然后就加上我在纽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刚好给你们看那个吗？我就是那个去那个看到那个蝙蝠侠，对，我觉得非常充实的纽约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国家，哎，什么都感觉都可以看得到。城市啊，他们是闹独立的是加州，对。然后啊，我让我们顺便讲一下那个这个礼拜的电玩风又来了，对，是我们讲了一下，我们这次还要讲什么 ？15啊，太厉害了！你喜欢那个？你要买吗？奥迪 R8，还好1500万啊，对啊，1500万，跑个1500趟，你买，省下1500趟的钱就可以买了。不要，好，那豪哥还要讲什么吗？没有了啦，还要讲很久了啦，要讲什么？欢迎伟力回来。对啊，太好了。而且哦，对了，我还短发了耶。对，越剪越短。没有，因为你知道本来就是想说一次把它剪到那么短，可是我的设计师说你这样剪的话，你一边跑你也不能绑，就很像超级赛亚人，跑的时候会这样飞起来，你懂意思吗？不太懂。我们西门电影人，我们要再讲一下我们看的那部戏。你知道我看那部戏，每次都一定要讲到电影，一定要讲一下啊！毕竟我是西门电影人，虽然已经，可是它过很久了啊，《奇异博士》。我最近才看啦，我觉得是好看的，但是它有点太慢，就是打斗有点太慢，对。然后我有点小小就被他的魔法给睡着了，被他的魔法给那个睡下，给迷惑了啊。对，然后一听到我咣咣咣咣，然后就哦又起来了啊！我看到雷神索尔，我就起来了。对对，跑名单就跑完了，我整个人都醒了。名单哎，这样爆雷是不是啊？没关系啊，没有了，就是他只是就后面的那个啦，小彩蛋，对，这没有什么差别，对，没有什么不是很重要了，好吧？好啦，雷神索尔啊，就这样子，大家记得收看，包括我们的电玩风。好，有俏丽的女主播为你报仇，女主播呀，俏丽那个俏丽短发追风女主播，对，俏丽短发追风，好了，甜心女主播，对，记得锁定，开头越来越长，对，好，拜拜，拜拜。